就是你们需要放 UI 的图稿视频，NeurIPS 的图稿视频，对吧？NeurIPS ChatList 那有很多视频啊，看上去我在这儿，在我的视角还能看到很多个。嗯，是的。哦，可能有些 private 的，我在。那个 NeurIPS 有一些 private 的，我可以回头把它 release。但是你们现在放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我的ChatList 实战一四，对，NeurIPS 至少有实战二三四，对吧？对，然二后它三的四论是文有什么这些都有呀？为什么你们他们都在一个脱口教程的 list 里面？为什么你们的。那啊，个？在一个 list 里啊。对啊，他们都属于脱口教程那个分类啊。你们在外面看不到我的 playlist 吗？是 YouTube 吗？我找一下。对啊，YouTube 是有个 playlist 脱口教程的。嗯，是没错，现在是。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我找。I see。是的，没错。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逻辑，你每做一个周录，我说你就把之前东西贴过来一次，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然后就 YouTube 的视频你把它贴上去啊，就算你懒得搞，你可以放一个 playlist 截图呀。嗯，是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点。那让你们去找一个 reference，找一个文献，那你们去，这是一样的逻辑嘛，对吧？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那你做科研不也一样了，对吧？嗯，是我现在理解了。对，但是每个事情我都跟你说完之后，你说你现在理解了，你觉得这种事情，你觉得这可能天天发生吗？如果你去做 PhD 的时候，那肯定不行，就犯第一次可能就完蛋了。就是，比如说他跟你说你老师跟你说，对吧？你每天老师跟你讲一个东西，你 PhD 2年，每次 meeting 他都给你讲一件类似这样，就跟幼儿园小朋友讲的东西，你觉得你们都下来这个不行啊，啊？这个不行，所以你做了一个东西，你这找个 reference，你难道就不把它找齐吗？我肯定要找齐。嗯。啊，我不知道。啊，明白这个。嗯，你指望了每个老师都给你们？我昨天跟那个叫什么不是有个新的学生，我让你去帮他教他怎么用那个 GChat 和那个 YouTube 嘛？那个学生已经毕业了，你知道吗？嗯，我知道，我看了哎，那那个些学东生跟西。我聊天还跟我说，他说我在油管上 B 站给你讲，没有老师会讲，嗯，你们敢问直接记。对，是，你们听懂我每天在油管上给你们讲啥了吗？对，我现在听懂了。听懂就是这你个。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我不知道呀，就跟你说你没吃过东西，然后你闻了一下巧克力和真巧克力，你把两个都吃了，这个不行。确实不行，对的。就是你们自己需要有一个 sense of everything，而不能 expect 别人告诉你 everything，这是 impossible。你们听懂我说了吗？是，我理解了。你们这样去读 PhD，你们肯定会记得啊，对吧？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研究完，对吧？你至少可以把之前的东西都放一遍，对吧？那应该弄得差不多了吧？放上去。对，感觉基本上都加上去了。嗯，就做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就比如说做个3年、2、3年 NeurIPS，再做2、3年 SBL，哎，出来每会做一2、3年之后，大家就可以通过看往年的视频来学会自己怎么搞了，而不需要每年都做这么多视频了。这是做干这件事的一个核心目的啊。明白，我明白。同时呢，也能告诉你们这些学生有哪些会议，对吧？不然你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会议，你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看那些会议，对吧？对，嗯，哎，你们这个改完了吗？你们可以回去接着改吧。我们先录一下吧。那行，马上就1分钟，统一一下。为啥你们 link 还长得不一样呢？哎，那个，你们回去可以把它变成。嗯，我查一下。你看，哦，有的是是，两个等号，有的是 watch 冒问号等号，这是为啥呢？你们自己回去把它搞一下吧。行，我就，OK，嗯，我们先简单录一下吧。嗯，行，嗯，你们开始讲吧，你们俩谁讲都可以。那行，那我就直接讲嗯，AI 2025的一些文件分析。首先，这是往期的会议，有关改模板的教程，然后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会议。那个 UI 应该是2024啊，啊，对，是的。就是你要写清楚这是2020，因为以后我们会往年的视频嗯，是啊，我理解。这些 CAPI、Clear、COM 都是2024，应该放一下。嗯，行，然后这个是 NeurIPS 和这个其他的一这些档。个 Wisdom 和 TrueBlue 应该是2025，WACV 我不记得了，好像也是2025，可能。然后就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文件有哪些。嗯，这是第一种方法，你可以去 TrueBlue 的官网直接下载解压，然后可以发现它有非常多的文件，我们需要找到我们需要修改的文件。然后这是分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的作首用。先，你只需要 care 那个 text 文件，你不需要考虑那个 doc 文件。我们，啊对，就比如说。就是，除非你是 Go 同学，你可能需要用那个 doc 那个文件写 paper。你们用 doc 写 paper，你们就，我建议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读 PhD 的事儿对对对，是这样。啊。所以你不需要介绍 doc 文件。嗯，就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就是以后你做事就是 template，你们不需要讲 doc 的文件。对对，我这个理解。听懂了，你只需要讲俩 text，你可以提一嘴有 doc word。我觉得你连提都不应该提，这个纯粹是在误导人。对，我现在理解了。很多学生可能甚至都不知道你能教一个 Word 版本，你这完全是属于的就是坑人，可能你上。反正这就是总览一下，它包里边有哪些东西，还是这样。我们后边主要重点就是这个匿名提交的 LaTeX 这个 TX 文件，然后以及一个 Style 和 BSD 的文件，这比较重要的。嗯，你可以放这个 Camera Ready 吧，还有 Copy Ready，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一般中了的话，大家都有动力自己把东西学会的，这东西也不难。乖。但是 Announcement 打产品前，大家都 paper 干，就是没时间可能想这个东西，就是。所以你可以放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可以等中了之后再出一个讲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本质上你要 care 的文件就是那个上面那个 STY 和那个 BSD 文件，行，我理解了。然后还有那个 Text 文件，然后你看那个 Text 文件，你需要就是跟我们那个融合起来，就是你们没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就是我怎么讲这东西的吗？就是。对，我理解。
解，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文件。就我理解，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就是这个 TripleAI 的 text， 然后放到我们那个 EFRcap 的 false 那个分支里面去。然后、对 ，OK， 你们这个 meeting 终于说了第一句人话啊。对，就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对应过去。然后我还知道就是你要把 TripleAI 的 style 和 BST 还有它那个 beep 这三个文件应该直接拷贝过去、嗯，这个我也知道。你不知道对怎么做的？你把我之前的视频都看，你看我之前是怎么做的？嗯啊，好，你可以先不做，但是你把那些 training data 仔细的反，你至少把那几个视频都背下来啊。我在当着你面操作的时候，你至少能意识到我在干啥啊。好的，不然的话，你当着我面，我当着你们的面在操作，跟你们看视频没有区别。对，我理解了，明白？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老师。你们需要把那个视频里面的步骤背下来，全文默写下来。嗯，我理解了。你们来听，你们来现场看我标一次才有用啊。没问题。你要是不知道那些视频在说啥，你可以在那个视频留下问题，然后你就在可以整理一个问题的，我可以给我 present 它。据我所知，没有老师会教你们怎么放过来啊。是的，这个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你如果悟不出来呢，可能意味着你应该去干点别的吧。还有呢，至少大多数是这么想的。对，我理解了。就是我可以教你们的，你们至少要把我之前的视频看过，即使你们跟我做的，你们不看我视频，你们看我现在做一次，跟你把我之前一个 random 视频点开没有区别，懂吗？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换，那你至少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换吧。对，这个你们现在能背出来吗？能全文背诵出来我的代码里面第几行需要换吗？不行。对，那你们把这东西回去好好复习一遍，对吧？好 ，OK， 你下一页。行，然后就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在 Overleaf 上搜到这个模板，然后大家可以就对照的改一下。就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这个东西主要是来测试你自己 你自己换模板之后，你的 PDF 跟它的 PDF 行数是不一样的，就是一有多少行是不一样的，以及一行有多少字，对吧？嗯、你可以跟它输入同样的 text， 你把它的这些 text 在你那儿 copy 一遍，能检测你那模板是不是对的。嗯，这是这个 PDF 主要用的。OK， 我理解了。理解了。你们听懂了吗？对，我听懂了。就是你把它的 abstract 四句话踢到你那儿去，那看看是不是 exact 在那个符号后面截断，这样能证明你换哪幅，对不对 ？OK， 懂。明白。下一页吧。行，就是刚开始做，然后我们截了一张 TripleAI 的里边的截图，展示一下主要的比较重要的文件，我就是之前说的这个 bib BST 和 style 文件。然后就是文件我们要需要复制什么东西和哪些 package 比较重要，然后我们还没开始做，还在研究。Okay， 这个东西直接附上去，这个东西你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我有问你花了多长时间研究这玩意儿？刚开始研究。你看看我视频，你就知道这个文件只用贴上去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都不需要打开这玩意看一行字儿。是，没问题。我知道这个 style 就是它的，就直接粘过去就不需要看。OK， 你们后来还有吗？没有，就还在做。我建议你们俩自己去 meeting 一下，好好讨论。首先你们俩各自把那视频都看一遍。然后你们就是如果看到任何问题，直接去 YouTube 下面留言就可以了。OK。然后就是 YouTube 下面留言就可以。然后你们俩自己再把你们的问题互相讨论一下。OK。你们做一个，你们可以做，你们把这个 slide 里面加上你们俩的问题，之前的问题，关于之前模板的问题。OK。然后如果即使每页一个问题，然后你们不管知不知道答案，你们都可以。如果你们知道答案，你们把答案写上，也要保留那个问题。你们如果不知道答案，你们就把答案空在那里不写，然后就问我就可以了。是，我理解了。我会告诉你啊，你们我如果不帮你们换，你们应该给你们七天你们也换不出来。我可能只需要10秒钟把它做完了啊。周老师换了半小时没把它换出来啊，然后我就去换2秒钟把它换了。我看眼那个 error 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年投100个会，每个会我都自己换，所以我有1000个 training data， 至少1000个 training data 啊。那我都已经把那个 training data 放出来了，你们自己不去看对吧？那你们在那想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们都看过那些视频吗？我就很久之前看过，然后就当时还没有跟您做科研，所以印象不是很深刻。看过，就是完全记不得在说什么啊，也是以前看的，就是现在完全记不得视频里边在说什么。那对啊，那你们要投稿了，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应该把东西来学一学吗？那你上次投稿是我帮你换的模板是吧？是的，就是你很快换完了。我没录视频吗？没有，就因为当时我马上要跑，就是当时我马上要消失了，所以当时时间就很紧。行吧，那个非常遗憾呀、啊，那只能明年才能再录一个那个会了。哎，这个非常遗憾。行吧，我都忘了这事儿了。所以你看，所以我当时换多长时间？很快把它换完是吧？对，很快。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 trivial 的事情啊，我可能一秒钟搞完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不会换这玩意儿，你们 PhD 绝对不可能毕业，因为你们让拖不出去。那些老师你让他们来换，他们可能也会换，但是他们没空干这事儿，而是他都不会意识到你不会换这事儿啊。你们理解我了吗？我说的了吗？对。OK， 你们自己回去把那些视频好好看一看，然后你们如果觉得其他同学，我觉得你们可以，他们俩不一定有很多空，那你们俩如果觉得就是可以让他们俩一起学一学，你们也可以找，因为他们也要投。那其他学生我觉得不投的话，你是不会长记性了。对，是这个必须要亲身经历啊，身临其境。只有你一周之后投 paper， 你才会，就是你学这个东西对吧？对，那我如果不教你们换，你们会意识到你们自己应该去看之前十几秒钟的学会吗？就我可能会在就是在就离地点要更近的几天，然后会开始去看一个试，就是就我也会拖延到最后几天，然后你做一天了，你两天之内换不出来的。我第一次
次换的时候，两天之内换，两天我都换不出来。嗯，我第一次去换不完的时候，两天我都搞，两个整天给我搞不出来。你最后只有两三天，你绝对是搞不出来。如果你没弄过，你想你们连的每个 package 啥意思都不知道。而且我以前换模板只是单纯换点，而不是设置一个兼容模板。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比我当年更难，你们是要把这换成一个兼容的，就那个让那个 if else work， 这比单纯让它 work 更难一些，对吧？对，是的。而且我告诉你们，我之前换视频的模板，有些文章是 TrueOS、Resubmit、SML 或者 Neural， 所以你看，你如果把那些视频仔细看了，你会发现有些视频里都会有你们的答案。哦，因为你的会议是，因为你的文章是这几个会议来回投嘛，对吧？对，你得这样你投下一个的，所以你有的文章如果是从 SML 模板换成 iNeurips， 你实际上能学两个东西在一起。如果说 TrueOS 转投 SML， 你也能学两个，对吧？如果你们仔细看的话，你们会意识到，那之前 TrueOS 或者什么都会。你们去看看那些视频，你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看看你能不能 tell 这东西是之前哪儿被 submit 的，从那块你们去思考问一下自己的问题啊。Anyway， 这个换模板的这个事情，那个跟我写了30篇文章学生，20-30篇学生都会自己换。我现在目标就是降低这个 training data 数量啊，因为我觉得让你们写30篇文章我也累，你们也累。明白明白啊，所以我的目标是降低这个 training data 的数量，看看你们能在2-3篇文章之内把这搞明白啊。好，OK， 还有啥问题吗？没问题，你们可以自己玩去了。我把这个视频剪一下，然后你们可以去把这个视频把这个 slide improve 一下。嗯，这我理解。哦，我没啥问题。你们可以找不要让他们俩做 slide， 因为他们俩没空，估计让他们写 rebuttal 啊。明白。他们 make some other slide for rebuttal， 他们在 create 一些 rebuttal 的 training data， 下次你们就可以学了。明白。好的。啊，你们理解了吗？理解。就是你们俩在 create 一个，就是本质上这是你们俩的垃圾时间啊，因为你们俩在 create 一个对你们没啥用的东西，其他的学生用。然后那 rebuttal 呢是他们的垃圾时间。I see。好的，老师。你们听懂了吗？嗯，听懂。啊，就是本质上你我们是在每个阶段学生做一些用他们做一些垃圾的事情，然后让后面对后面学生有用，对你身上没用啊。你们理解了吗？理解然后了，老师。我单纯是在我的所有时间都是垃圾时间啊，我没。因为没有人做事情对我 make help 呀。就这个最终会变成红利时间啊，在啊，long term。那最终可能10年之后吧，我估计可能10年之后。OK， 好，你们俩自己玩去啊，拜拜。哦，好，拜拜，老师。你们俩可以拉一个有我的群，我们三个在里面。你们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拉，这样可能方便一些，不用包着其他学生啊。哦，没问题，老师。你们可以拉一个就咱们三个的群，那个 chat 群。好的，好的，好的，我来试一下。